针对着这件发生江安意外，馆长翁正良今仔日上午前往上铁来慰问家属，并且递赠30,000元慰问金。翁正良表示，将全力协助家属甲资方调解，以及协助申请相关的补助。馆长翁正良22号由六甲乡长陈春杰、管理员王正凯、甲社会局长李正业等人陪同，前往红色观光为伫溪寮村的双铁上乡致意。翁正良询问出来情况以及事发的经过，希望家属节哀。如果有任何需要，管府一定全力协助。虽然龙报的新闻，但是他还是有一些，只要是雇佣关系有这个职业伤害，就有职灾的相关的慰问金。社会局并且提供家属日后需要协助的联系管道，也将协助家属申请劳动部甲疾安署各10,000元慰问金。如果雇主无法度甲家属达成和解，也将介入调解，和家属早日走出伤痛，各为死者在天之灵。最新新闻，朱乃新、六甲乡采访报道。